小朋友，咱坚强点，没事儿。你往后走，往后慢慢的挪。挪不动了，挪不前面了，已经差三了，差的不行了。他不就开始了，我跟他解释，别哭了啊，都进来啊。张宇，别怕，别怕，叔叔。我告诉你，开气啊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千万不要一下扩张的太厉害，慢慢一点一点。不许哭，不许哭，不许哭。没有，你不用看，你不用拿眼睛看。叔叔告诉你话，你听着啊。一会儿叔叔让你往后退，你就慢慢往后退，不敢往前走啊。对，现在不行。你别松手。刚放袋子包不住。没事啊，滑了以后就好出去了。不要哭了啊！好，不许哭了，对着电。啊，张宇，张宇，来，小伙子，来，再抱，再抱。赶紧，对了，往后移，往后，再来，对了，真棒，刘小雨真棒，啊，对了，刘小雨真棒，往后到，进来，小雨真棒，再过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走，来，我们都等着你了，小雨来，快，慢慢的，慢慢的走啊，对了，这是妈妈的好儿子，来，加油。学什么？小雨，加油！哎呀！